看见我吗？看不见我，我在这儿呢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小东西呀，啊，你怎么抢你姐姐的东西吃呢？啊，你姐姐的，你没有你的份，你还哭，再哭，我掐你了。哎呦，啊，你还哭？大姐，你这么对待咱小七，你哭。小东西，看你还哭不哭了？这个法术不成功，我再换一个。闭嘴！哎呦，不怕了，不怕了，不怕了！大姐，你又拧着我了。闭嘴！你听见了吗？闭嘴！哎呀，我掐你了！大姐，你别来了，还是我来吧。快闭嘴！哎，谁捏我屁股？谁呀？谁捏我？陈富贵，陈富贵，你个窝囊废，你别跑，我看见你了，你站住，你等着，你站住！陈富贵，你拧了一下，你就偷偷跑了，我看见你了。小七，心疼死大姐了。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你可不能哭啊！你在这儿哭，星云非得被你哭淹了不可。哦。别哭，别哭！小七，大姐心疼死你了！哎呀，小七哦，哎呦，哎呀，不哭，乖啊，乖乖，哎呀，不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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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七别哭啊！哎，不哭啊！小七，有姐姐疼你啊！大姐，小七他现在这么小，也没有办法修炼呀，咱们先去帮他做第一件事吧。咱们这一走，小七那个后娘肯定要虐待他。那怎么办呀？哎，大姐，要不然我自己去。好啊，哎，我留下来保护小七。你去找皇帝和卫青，让他们别再打仗了。你刚才为什么吞吞吐吐的？我这这，哎，老哈，捷报捷报，魏大将军大破匈奴有先王，魏大将军大破匈奴有先王。那好办，你替朕杀光了匈奴，凡间就不会再有杀戮了。那不行的，我们不能杀人。那就等朕来杀。为什么非要打仗呢？哼，我大汉光是公主就给了匈奴多少位，为的就是不想打仗，祈求他们不要杀我们，但是没用，他们收了我大汉的公主和金银财宝，照样杀我们的人。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对付豺狼祈求是没有用的，我们只有刀剑相对。用墨家的话说，诛之。可笑墨家竟然反对朕对匈奴用兵。卫青，其实我是知道的，皇上不肯答应，你当然不敢违背他的意思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来找你。如果你们肯帮忙的话，这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。我不敢杀人，也不能杀人。神仙想帮助凡人打仗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投胎变成人。其实，包括你，可能都是被天庭派下来的。要不然，你不会有这么过人的天赋，这么超强的能力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，哪吒三太子也被派下了凡间。
只是我不知道他投胎去了什么地方。哎，它明明是绿色的，为什么叫黄瓜呀？是啊，真是岂有此理。对啊，就是。哎，那这个多长时间能长出来啊？大概几个月吧。要几个月啊？那么长时间呢？小七，我们种的黄瓜长出来了，可你却吃不到了。你们神仙想到就能吃到，我现在给你摘下来了，你想一想，想一想。你好吃啊。小七，以后你想吃什么，你就托个梦给我，我给你种。谢谢小姑娘。等等，等等，叫我。吃完了再走。我吃完了，钱也给了。不行，不能浪费粮食的。小七啊，不能跟客人这么说话啊，你慢走啊。你这孩子怎么比你娘还不讲理啊？我吃完了，钱也给了，想浪费就浪费，你管不着。走不动，走不动，走不动，走不动。哎，奇怪，怎么走不动了？走不动了吧？不过，你下的地怎么这么黏啊？让客人走吧，啊，听话，让客人走吧，啊。不行，他还没吃完呢。哎，爹，哎，给我，我来喂他。哎，来，蹲下，蹲下。哎，哎哎。我怎么蹲下了？张开，张开嘴。哎哎哎啊！爹，你也要吃？哎，这法术不常用，搬不回去了。您看他要吃的。看见了吧，嘴都张开了。我知道你也要说什么，那吃完再说。真乖，再来一口。农夫辛辛苦苦的把秧插在地里头，大半年才长成，然后再搓成大米，搓成米粉，再用柴火把它煮熟，多不容易呀。你想扔就扔啊，吃。其实孩子说的还是有道理的，对吧？
爹，他说你说的对，他还说我这个小姑娘非常可爱，真懂事。他还说我这个小姑娘不但懂事，还很漂亮。嗨，小琪，你不要曲解别人的意思啊。那好吧，让他自己说。我不是这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这个小姑娘她太可爱了，不是这意思，这个小姑娘实在是太可爱了。那个，爹，我说对了吧？你还不相信我？我能听懂她的意思。找钱从新宇带回来的新鲜葡萄，买葡萄了，买一斤送半斤。找钱从新宇带回来的新鲜葡萄，你拿好，保证足斤足两，好吃着呢啊！明星，起来起来呀，快点起来呀，看你能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啊！尝尝。好吃吗？娘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呢，是一个叫张谦的，他从西域带过来的，叫做葡萄。葡萄？对啊，快吃快吃。好吃吗？快点吃，我告诉你啊，要不然呢，等小七回来了，你就没得吃了，他会跟你抢的。快快快啊！娘，你帮我出去看看，他要是回来了，你就咳嗽一声。好呀，你真聪明。那拿着啊，娘去帮你看着啊。快吃，全部把它吃完，一口气全部都吃完啊。好吃啊，吃啊。快点。哎呀，快快快，他回来了，睡觉睡觉啊。睡睡睡。小七。娘出去了。姐姐，你怎么还不起来？快起来起来。咱们去找王八，你跟他聊天吧。不聊，跟一只王八有什么好聊的？这是什么？你猜。猜不着，这是什么呀？这叫葡萄，是一个叫张谦的人从西域带回来的。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千万别让娘知道啊。爹，你真好。你也吃。我吃了一半，这是给你留的。我帮你出去看着，娘要回来了，我就咳嗽一声啊。好。快点吃啊。娘，我帮爹刷碗去。真乖。小七，你能不这样看着我吗？你别这样笑好吗？你笑得我浑身发毛啊。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。我没有啊。你在撒谎，如果你再撒谎的话，你左边第三颗牙齿就会疼。一二三。哎呦，我的牙呀。小七，
你已经长大了，该跟姐姐修仙了。鬼在哪儿？给我出来！天庭大公主在此，孤魂野鬼，给我离小七远点儿！哪儿呢？这是什么？葡萄树。葡萄树，昨晚小七给我托梦，说他想吃葡萄了。他走的时候，这里还没有葡萄，不知道他是听谁说的。飞月，请你不要这样了。你真的想一个人度过余生吗？不，我有小七，他在的时候我对他不够好，现在他走了，我想做点什么都来不及了。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只有这些了，他想吃什么我就给他种点什么。他呀总是戴着个斗笠，帽檐啊压得低低的，没有人见过他的脸。听着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，因为他常年啊穿一双草鞋，所以人们叫他草鞋大侠。那个时候啊，草鞋大侠和他的仙女妻子常来咱们新宇。草鞋大侠呢是靠武艺行侠仗义，而他的仙女妻子呢是靠法术来打抱不平的。这个草鞋大侠虽然说他不是墨者了，但他呀还像墨者一样爱所有的人，不管有什么困难他都会来帮助的。那他们什么时候再来啊？哎呀，草鞋大侠倒还是经常来，倒是他的仙女妻子有七八年没有见到过了。我看已经是生了小仙女在家喂孩子呢。嗯，胡说，仙女怎么会生小孩子呢？爹你说会不会呀？嗯，这难说。嗯，爹我们能不能去仙女湖看看啊？哎，这可去不得。为什么？对呀，仙女湖里啊常有鱼精出没，草鞋大侠早把那儿列为禁地了，任何人都不能去那湖边上。仙女湖真的有鱼精吗？哎，有。哎呀，那个鱼精啊站起来有山那么高，那个大巴掌啊一拍下来啊有湖面那么大。哇，那草鞋大侠能打得过鱼精吗？当然能打过了，那草鞋大侠的剑一拔出来，哎，像棵参天大树一样，一下就把那鱼精的大巴掌给穿透了。哇，太厉害了。嗯，那他打得过鬼吗？应该能吧。爹，最近咱们家有一只女鬼，她老冲着我呲牙。不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你相信我，我自己来，哎，我自己来。你这是？我真的没有。不比你呀！
不能让他见到飞月呀、啊。怎么拦着他呢？他会来取咱给他写的信吗？一定会的。来求他帮助的人都会把信放在筐里的。我总觉得那个吊着的筐像一个人。像谁？像个将军。还是个大将军呢。没觉着。小七，咱们等了一天了，他什么时候能来呀？我有个主意。你喊救命，一定能把他喊出来的。我不喊，多丢人呢。喊不喊？不喊。喊不喊？不喊。最后一次，喊不喊？不喊。哎呦，救命啊！哎呦，别动！饶你小心。哎呦，别挠了！求你让我小心，别挠了，别挠了！这个禽兽啊！你说什么？禽兽。我喜欢这个名字。哎呦，别挠了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哎呀，挠死了。是什么人在仙女湖禁地大呼小叫？草鞋大侠就这么点了。你瞧不起我？有点。墨者只有在杀人的时候才会拔剑，但今天破个例给你们瞧瞧。草鞋都穿这么丑。气死我了！你的鞋，太厉害了！你怎么练的，能让鞋在半空中停住？墨家的武功，岂能随便告诉别人？哦，你真的是草鞋大侠？我是草鞋小侠。我看他不像是个小侠，倒像是个小虾。你敢小看我？你到底是草鞋大侠的什么人？他是我师父。那草鞋大侠在哪儿？你们找他什么事儿？我们是来找他帮忙的。帮什么忙？我家有个女鬼，找他来帮我抓鬼。女鬼？什么样？长得很好看，眼睛很大，没事就冲我呲牙。待会儿再挠你。为什么？我干什么了？女鬼，她都对你干什么了？她看我还睡在我家房梁上。还干什么了？别的没干。骗我？你当我不知道？你们就是想见见草鞋大侠，看他长什么样？真的不是。行了，这些年里像你们这样的小孩我见多了。啊，有很多呀。少说也得有上百个了。啊，天快黑了，你们快回家吧，万一碰到狼我可管不了了。咱回去吧。你怎么听他的？有狼。有狼？那怎么才能见到草鞋大侠呀？怎么也见不到。仙女湖禁地，鱼精出没，擅闯者后果自负。哎呦！师父，这是两个小姑娘送过来的。草鞋大侠
我家有个女鬼，没事就呲牙冲着我笑，请你帮帮我们陈初七、陈元心。小小年纪你就整天绷着个脸，墨者从来都是不苟言笑的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天下已无墨者，你也不是墨者。但我的心是墨者的心，其实师父也是。师父可以不承认，但弟子知道师父的心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墨家。站住！从今往后，我不想再看到你头上戴着斗笠，不想听到你嘴里再说墨这个字，否则我就没你这个徒弟。输了输了，你长眼了，你长眼了。哎呀，再来再来啊，再来啊。杨静，怎么了？别揍我，讨厌！怎么了？跟俩傻鱼玩了这么多年，我不想活了，我。叶立虎，你杀了我算了。你求错人了，仙女湖不杀人。你已经关了我七年了，我都快憋疯了，你还不如杀了我呢。檀木精，你生性好色，放你出去你又该害人了。我是生性好色，那是我的本性，都不能怪我。所以我把你关在这里，就是为了要磨磨你的生性，什么时候磨平了，什么时候就放我出去。我也怪可怜你的，我在这里关了七年，我都受不了了。你关了数万年，你就甘心这样沉寂下去吗？难道你就不想见玉帝吗？为了见玉帝，让小七为我付出那么大的代价，如果再继续下去，不知道还会连累多少人。我有一个办法，你不用去连累任何人。什么办法？你要想见玉帝，你得搞出点事儿来，你得让他知道你的存在啊。听清楚了，邓紫晶被囚禁在仙女湖里。难道仙女湖这么多年来真的没有什么动静？现在还没有听说。天元，派人下去给我盯着，如果一旦仙女湖做出了违反天条的事情来，马上来禀报本宫。遵旨。小七的事情要继续保密，不能让玉帝知道。天元明白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
就喊吧，嗓子喊破了也不会有人听见。救命啊！这回连草鞋小侠都没喊出来，咱回去吧。我才不信呢。哎呦，救命啊！这时候到。听见了怎么办呀？师傅，什么人喊救命？又是那两个小孩想见你，假装喊的救命，您就别过去了。草鞋大侠，我妹妹陈初七总欺负我，打我骂我，请草鞋大侠为我主持公道，帮我教训教训这个禽兽陈元心。禽兽，跑不动了，你吃了我吧。我不吃人。哎呀，你早说呀，你看你把我给累的。可是你要再说我冲你呲牙，我就把你变成青蛙。可是你老冲我呲牙呀。我朝你笑过，没冲你呲牙。那你为什么总缠着我？你是不是死得很冤，需要我帮忙？我又不是女鬼。我是你的保护神，要不然你以为你让谁走不动谁就走不动，让谁牙疼谁就脚疼啊？保护神？人人都有保护神吗？没有，就你有。那是为什么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天机能打鸣吗？不能。那是母鸡啊，能下蛋。哎呀，不能。小七啊，我是来帮你修仙的。修仙怎么修啊？这事儿啊，本来是应该老三教的，可是他一走这么多年没回来，还是得我亲自来呀。哦，你是老几呀？我是老大，你就叫我大姐吧。老大最厉害的吗？是你把马武变成了王八蛋。那也是你把姜四变成了王八。那是另外一个人。谁呀？天机不可泄露。
那你能不能再把马武变回人呢？我，马武那么坏，为什么要把他变成人？他坏是坏，可是你把他变成王八蛋，那也太……要想变回来也行，你自己变。啊，我能变啊？现在不行，等到跟我学会法术之后就行了。哦，那什么时候开始学法术啊？就现在。嗯，这里人烟稀少，没人来打扰。我们从现在开始，每天打坐两个时辰，学法术两个时辰，练功两个时辰。来，跟我学啊！啊。先要气沉丹田，丹田在哪儿？我的在这儿。那我的呢？你的也在这儿。啊，我的丹田怎么会在你的肚子里呀？用眼神跟他沟通，然后控制他。不叫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叫！不叫！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学会法术了，我以后想让别人干什么，别人就能干什么了。这只小狗真可爱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那只大狗一定是在找它呢。哎，你快把小狗放下，你咬它孩子，它会咬你的。哎，快！要跟我学修仙呢，修成了仙，这样狗就不敢咬你了。你修了那么久，连条狗都定不住。那不是，这个定身法学的不好，只是，就弄乱了吗？那你会不会把没练好的交给我，然后我一用就把自己给定住了？不能。哎，我先帮你把伤治好哦。这狗咬的还挺好看。那就让它咬你一口。这狗朝你笑呢。哎，真的不疼了。那是。哎，哎，打坐时间到了啊，快快快快快！啊，能不能一会儿再打坐呀？那不行。哎，每天必须按时打坐，而且每一层修炼必须修够7期56天，少一天都会出大麻烦。啊，7期多少天？7期56天。哦，那如果要是练多了或少了，会不会出大麻烦呢？会走火入魔，会口眼歪斜，或者会变成瘫痪，变成妖怪。总之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啊。啊，
那你们的算术跟我们凡间的一样吗？一样啊。一加一也等于二。不等于二还等于三啊。二乘七也等于十四。二七当然一十四。三七二十一。二十一。四七二十八。五七三十五。六七四十二。七七五十六。那我先出去一下。哎，你看什么去？你去哪儿？我去尿尿。那好吧。尿干净点啊。打坐的时候不允许被别的事情打断。知道啦。小七。